一大早的小黄都跑到下面去吃草了，头发有点痒，憋不住了，早上也给它洗了。出了一点大太阳，还挺暖和的。小西瓜在旁边把昨天的碗给洗了，洗好头发，用毛巾把头裹住，吸干水分，把昨天的卫生打扫一下。昨天晚上吃饭还没来得及擦的桌子，地上呢也有点看不下去了，全部都打扫一遍。这些凳子坐的时候不嫌多，扫地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多凳子啊，捡了一个又一个的。房间里面小宝经常拿沙子啊玩具到里面去玩，也是飞得到处都是，把每一个角落都扫起来，沙发底下也扫一下，东一点西一点的加起来就有那么多了，大部分都是纸巾，有小孩子用纸就是比较快一点。用这个扫把扫地嘛，头发全部都粘在这上面了，都不用一根一根的剪，直接扯到袋子里面去放好。哪里？哦，姐姐在这里哭啦。姐姐为什么会哭？大家吗？连弟弟都拉你了，走走，脚垫太远了，明天我们再去买好不好？不要。去开百香果吃走。不要。我就去看了，不要我的。那个百香果你们给我做呗。我做呗。哎呀，我去看一下我。小孩子少吃点雪糕。今天吃不吃的？要不要吃雪糕？酸一点点酸，加蛋糕糖。好吃。哪里蒸不成功？你放到冷冻那里去吃，直接冻成冰了，还不成功。做了一个奶粉百香果雪糕，期待能成功吧。院子这里放了一堆沙子，每次吹大风，后门这里就经常会有沙子啊、石头还有树叶的。我抱回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我来下一个。雪糕。合伙人带着孩子的爷爷过来了，他去买了菜回来自己做，我也没有心情搭理他，因为有长辈在嘛，也不好摆脸色，只能好好坐下来吃饭，毕竟孩子也在，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吧。在网上给小西瓜买的书桌到了，是他叫他爸去拿来的，这么大一张桌子我是搬不动的，想着到时候去买个三轮车再拉，没想到他就拿来了。海里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哪里有二手的三轮车卖吗？